驱虫药登场，一狗一只。你是不是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？咦，能动啊？不动，就在它后背上这几个点，把它毛扒开，分三个点或者是一条线，就是挤在它自己舔不到的位置，把毛扒开。这一壶里挺多的呢，哎呦，还有，挤完了。一般他们上完驱虫药都会是这样的。快来吧，迷你小壮士，你娘跑得了？你过来，不动啊！哎，上上完这又不疼，别动。妞妞也完事儿，对，你就给我甩了，疯了，那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哎呦天哪！